当我们淹没在城市的喧嚣中，你也许不会在乎一颗钻尾丝背后的故事，但在大河人眼里，每颗钻尾丝的诞生与使用都是一次全力以赴的承诺。大河钻尾丝诞生于2003年，20年专注于钻尾丝行业，遵循着以科技为动力，以质量求生存的宗旨，以跻身于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标准件企业之一。公司总占地达40万平方米，拥有从德国和中国台湾引进先进的智能化生产设备、智能化检测设备、智能化立体仓库设备和系统。从生产计划的制定开始，到下达货物的出入库指令，可实现物流全流程自动化作业，生产设备实现电脑自动化控制，产品在线检测，提高了产品工艺参数的精度，通过智能装备实现线材处理、球化退火、成型加工、热处理、表面处理、除清、串电、包装，同时以自动化连廊形式实现全流程化流水线作业。超过千名专业团队精益求精，公司生产的钻尾丝广泛应用于建筑行业、装备制造、光伏产业等，为客户的每一笔订单提供超群的品质和时间保障。钻尾丝是什么？是持续运转的机器与材料，还是一份永不将就的责任和初心？车间里每一次打磨与重复，都是机器的呼吸与歌唱；每颗钻尾丝的旋转与推进，都是我们的专注与敬畏。从建立研发到生产，从销售到售后服务，从零售产品到标准件行业整体解决方案，其流程严格按照 ISO 9001 IATF 16949等现代化质量管理体系，每个环节的专业专注、至精至诚，都体现了大河人的精神特性。每一种钻尾丝的诞生，也都被赋予了其独一无二的属性。品牌细分、产品专打，是对钻尾丝生产标准化、智能化、数据化的一种升华。如今，产品正畅销全国，并远销欧洲、北美洲、大洋洲、非洲等地区。我们用效率打破空间局限，也用速度重新定义时间。当企业在这片土地上越走越远，我们也在一次次抵达中离您越来越近。你可能会问，大河是如何发展到现在的？自成立以来，大河始终怀揣着对自然的敬畏和对社会的责任，每一步前行都是质的飞跃，每一次改变都在与世界同步。对品质和速度的追求，我们永不止步。大
器小成，何者为先？大和钻尾丝。